那些电视剧不都这么放吗？真相是，咔嚓来个广告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宝宝咳嗽老不好。一下打个骸骨。看看他究竟学的啥，学的抠啊，那就直接往他脸上怼。往回拉，他应该要抠了，所以我们直接往回拉。把他们还是西兰刀吧，也不出那分离者了，这分离者蓝不够用，杀人杀得慢。嗯，哎呦我操，二级就敢过来抓我小伙子是吗？哎，那你这要是先拉，你这肯定是打不过呀。AQ 一秒了，然后兵线往我这边推，那落手上线的时候，正好我吃线，他吃八八。敢补兵，是不是敢补兵？一小兵，一个抠。现在我们打他就是随便了，剑圣啊，让他来，平 A， 平 A。一 A 打反溜 ，A 接反线抠，没了。等技能啊！剑圣没有意义，打人都不掉血。华夫传递一波，落手没闪。哎呦我，布甲鞋加两布甲，先抠他一下啊，把他骸骨打了，等个四秒钟，然后杀他，三二一，都杀了。buff 传递，拿来吧你。再见，打不过。哎，救救救救！去传递，这小子不能传了，我估计。来呀，再传递呀！你是没出装备吗？你咋不出装备呢？好了。
还有伞啊。怎么不传递了呢？传递回来了。其实我可以让这蓝 buff 持续到游戏结束。哎，这种不费蓝还是太爽了，蓝够用是真爽啊！剑圣什么的，我操，可血剑圣。第二个蓝都刷了，第一个蓝还没没呢。这么的，我再去找他落手，再打一波。万一没打过他呢，这蓝就还给他。Q 别着急啊，套点呀 ，A Q E A 平底 W 接双 Q， 那剑圣出个可血有伤害吗？再见 ，Q 不着，小兵别卡我，直接一手 W 往后，来人啊！抽他一下，一走，戏耍，再 W 一下，再让他抠。来来来，我在等队友，你在等什么？啊？我问问你，我在等队友，你在等什么？给了剑圣50块。要是队友不来的话，我能跟他玩一年。那落手我们还是可以杀啊，先 Q 打孩子，3 2 1 EAQ 放大 WAQ 再转一个 Q， 怎么跑了呢？他我现在不能跑了。藏不藏？那剑圣怎么跑这儿来了呢？行，你断啊，对你断线，我给你超级兵整出来，我看你还能看不啊？对你去断线的啊，你跟超级兵打，我看你还能断吗？断你，这回你再断断兵线，你去断超级兵呢。加出装备，别让他来顶他，收集对啾啾回血，没回上来。现在我杀德莱文光辉就一秒，
绕一圈啊，挺直绕，这个地方看不太见。哎呦啊！哎呦啊！没让我动。看来他们知道我过来了。亚索故意留了一个风，没让我动。光盔女郎还不走吗？光盔女郎死哪了？没看清。下路怎么的塔还没掉呢？下路啊，在这打一会儿，看看有没有别人。哎，如果是这防御塔能穿过去，感觉也能，是不是？德莱文在那儿怎么还不动了呢？谁允许你在这里不动呢？嗯？哎，仙宫，仙宫打线上不行，仙宫线上对线对不了。救救！太阴精了，兄弟。谁给下当了？波比被下当了。来，哪去了人？我操！闪到右边去了。亚索搁里头呢，亚索，你是不是以为你能回家？来，我送你，回家。Hello 啊！想跑？拉克斯好像来了，投降了。